简单。今天要做的料理也是简单跟非常期待的料理，是虾米回嘞？在我们中部啊，算中部好，我保守一点讲中部啊。其实啊，包括我啊，还有甚至是我们的爸爸妈妈这个会手呀，早餐非常喜欢吃什么？除了一般的一些连锁早餐店啊，来，我们去吃啥？头早我去吃一个炒面，配一下低血汤，这个真的是我们一早起来的一个小确幸啊哈。杰南哥已经一好大阵子啊，都是算是睡到了快中午才起床啊，很久没有早餐吃到面的感觉，所以今天要做这道料理啊。非常兴奋，用很简单的方式，在你们了解说我们的传统的炒面哦是如何来简单的把它完成。OK， 我们废话不多说，赶紧来做我们的传统炒面。大家这边看到之前，请到右上方订阅加分享，记得开启小铃铛，点数与简单哥按照这种抢先看。简单哥大家庭赶快去加入，还有我们的简单哥小家庭大家群也赶快去加入。你们的每一个按赞、追踪、加分享，还有留言，都是整个拍片的动力。截图。第一个步骤，咱们做的是酱料把手的部分。好，热锅冷油，来，咱们冷淡糖上头。来，为什么要淋这个红葱头的油啊？就是哦，因为它红葱头炼出来这个油香啊，哦，下去炒那个把手啊。基本上我非常喜欢这种料理方式。来，今麦火开较大。来，一进来你要变色啊，你都要看注意啊，它一旦变色之后啊，很快就会变得更深色，就像女朋友生气一样，很快就会更深色。好啦，变到这色了后，关火，啊，我们全部立起来，然后我们先把它立到旁边。好，就像你这样尝尝，你完了变色都要紧起来，我也是过头。先热锅，再加我们刚刚炼的油，啊，再剩下油你可以留着啊，之后可以炒菜用哦，你就拌了。这样热锅的状态，来，咱把它搅喽，就去炒一下。来，把它的角落把它推。来，规个炒饭，来，我们加入我们的冰糖炒色。哦，现在老鸡巴水当中就好啊。来，你看，冰糖落去炒熟哦，伊肉色规个，哇，而且就油亮，而且就水，这吃起来会非常好吃。我来加入我们的米酒，来酱油。盐巴、白胡椒，来，咱加一挂咱的五香粉，来，就要拉起来。再加一点点蒜泥啊，来，红葱头，刚刚的红葱头，我们加个，先加一半。来，加我们的水，好，滚起来，好，就要熟起来哈。啊，这摆滚啊哈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接下来步骤是你要关小火，好，就要老到熟起来。大家去玩，安尼才会好食。我们先把它拿到厨房桌子，我们先来做下一个步骤。烧一锅水哈，咱加一锅盐巴。好，来，把咱的面啊，这菜下面的五花油面，稍微的把它拉滚一下。好，来，我滚起来。好，来，就要滚起来。OK， 关火，咱直接给它切起来。好，放到碗里。好，赶快把它放到碗里。来，咱做的厨房说吃诶，把手，你看，这个把手真正是一个重点的重点，也已经好了。所以我们的传统炒面，等你给它叫起，完成。刚刚啊，拍完照啊，我这把手鱼，我这个我跟你讲，食这炒面的重点啊，我感觉真正是拢在食伊的这个酱汁，因为面如果没有很特别去处理，就是这样啊，再少了一个东西啊，来，锵锵，冬前甜辣酱，哇！对呀嘞，低味汤之前有教过了哈，如果不会做的，自己去参考之前的影片哦。刚配煮我低味汤啊，哇，真正是一比一。
都是这个味道。有些人啊，他炒面可能还会再炒过，我们只是用烫的而已，因为我们的重点其实着重在于我们的肉燥一点保护。你最好的方式做那个肉燥非常好吃哈，那米就简单团结好啊，好，来把手揽着，先来这一锅锅啊，好，这个米。然后有猪嘴肠，汤汁完成，简简单单，在家里都能做出超好吃的传统炒面，完成。没有心情，越来越干的笑话。想象一下，你现在如果被人拿着刀从后面要追砍你，那你的脚突然黏住了，动不了了，他已经冲过来了，那你要怎么办？不是，怎么办？是你的想象。越来越猛。